我已经为您准备的东西已经送到了。旅行者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，千万别走啊。看来是有重要的事呢。 旅行者，太萌！宁光的私人裁缝帮着做了套新礼服，说是异域风格，如何？好看吗？好看啊！是时候了，旅行者，请欣赏今年海灯节的压轴节目——烟花会。 这是穿的什么？很新潮嘛！能令见多识广的北斗川长赞叹，这身衣裳也算有面子了。来来来。 大夫，辛苦您今年也来出诊了。您客气了。海灯节，海灯节快乐！海灯节快乐！